that as well. And right now,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to welcome on stage a very important man, Dr. Liang Wern Fook. 有请 Liang Wern Fook 博士上台来，我们聊聊天，说几句话。 Dr. Liang is the composer for the next song that we're going to be performing on stage. 有请。金伟，你好。你好。大家好。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梁文福博士。Good evening, everyone. 听了蛮久的英语，现在是 Chinese session. 是，而且我自己感觉比较亲切、舒服，因为我平常沟通跟聊天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华语，对不对？是是是，而且接下来这首歌是应该是五首里面。 唯一主要是唱华语的，是，而且整首歌曲都是以华语来演唱。那这回你跟燕姿一起合作，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是怎么促成这么一个良缘？当然，谢谢 Rufa， 再一次谢谢雅慧，非常有才华的我们的新一代的音乐人。然后大家知道我在上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嘛，我的作品演唱会。是。就在我最忙碌的时候呢，去年底的时候呢。 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这是从中国打电话来的。真是的，人家满座哎，这么忙，你还去打扰人家。然后他在做燕姿的演唱会的工作的时候打来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concept， 就做这个 H50 的这个。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挣扎，因为很忙，不知道写的歌写得出来吗？不过他的一个东西很感动我，就是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国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辈分。 不同辈分的音乐人，你不知道这样听起来你很像长辈啊、我没有说哎，可能是我是 junior 这样子，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来合作，为我们的国家写一首歌。那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从中也学了很多。如果不是跟燕姿、跟徐嘉穗合作的话，我想我也不会写出一首这样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创作是需要。 想象力的，因为我想象跟他们两位合作，我才有这个机会写出这首歌，所以要感谢 Roof， 感谢他们两位。哇，所以是量身定做，知道了合作伙伴之后，就决定怎么去写这首歌。而且我们写这首歌之前，还约了燕姿，然后 Roof， 然后我们几个人一起聊了蛮久，我们谈说我们为什么会。所以你写歌之前要先。 探听他们的八卦是不是？不是八卦哦，是 motive，哦，是motive，因为我们都蛮重要，就是我们要写一首怎么样的歌？那大家知道我们跟燕姿合作过了，一起走到，是的，也是国庆日的歌，可是我们想说我们不要写那种很典型的 NDP 的歌，所以就大家如果听这首歌会觉得说，其实它很写的很小，就从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生活写起。 我很喜欢文福的词，因为总是能够深入浅出，然后带出一些非常优美的哲理也好。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简爱》这首歌曲背后的一些概念？对，就是我们像我跟燕姿，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会爱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管像他到处去表演，那我们我的歌也是漂洋过海到很多外地的歌手唱，可是我们还是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深刻的爱，是因为。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回忆，很简单的日常生活的童年的成长的，跟我们的家人等等的爱，使我们深爱我们这个地方。所以这首歌其实大家注意听的话，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是适合像燕姿这种刚刚当妈妈的人唱的。哎，简单的爱。它是说一个母亲跟孩子之间简单的爱，可是深刻一点的说，就是我们的 homeland， 我们的。 祖国，我们的像母亲一样的国家，跟我们每一个人民之间的一种很简单，可是很深刻、永久的一种爱，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到我们深切的爱。热烈掌声，非常谢谢文福，谢谢文福。